Hello， 观众各位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来介绍这个中后期的装备，也可以算是后期装备了。但是我后期我还想要做一个那个最后那个 MR 100才能够打的那个怨虎龙，就是眼睛瞎掉，然后牙齿很长，然后它的两边脚是有两边手那边嘛，手臂那边嘛是有那个两个刀这样子，像那个双刃这样子。我现在是 MR60， 所以我还没有打到那个 MR100 的那个怨虎龙，所以我这个算是中后期的装备吧。我的武器是这个神火结大剑，然后这个伪王的头盔，然后绝云龙，然后这个是那个金狮子，不是最后那个寄养金狮子，这个是普通的，就是普通的 MR 金狮子的手臂酷，然后钢铲兽这个不对啊，钢铲兽这个不对啊，我要换一下，因为我刚才做一点事情，我再测试一下这个钢铲兽这个它的这个效果，这个有鬼火鸟这个效果，宽带这个效果，所以我就去穿那个，其实我是用这个鬼王的酷。所以我穿了伪王裤，我的防御力来到789，超级高的防御力。有这个弱点特效，什么连击防御，防御我是放珠子的，四级孔的珠子。这个防御还，这个装备还蛮好的。这个天上护石，这个护石它是自带 KO 数3，就是满级咯，跟道具使用强化2。然后满足感是那个四级孔的那个珠子，我放进去的，我自己配进去的满足感。所以我的防御，这个是偏保守的套装啦，防御是来到6，超级高。然后超慧星是满级3，弱点特效也是满级3，然后力量解放3，集中也是满级3 ，KO 数满级3，精灵加护满级3，满足感也是满级3，然后减轻胆怯也是满级3，非常保守的一个套装，这个可以稳打到最后一个那个怨虎龙 MR100，应该是没有问题吧。然后这个怨恨有2，心眼2，道具使用强化2，连击2，夺取耐力1。恢复速度1，晕眩耐心1，然后破坏网1，火场怪力1，然后跟这个吸血的这个血气也是1，很保守的一个套装啊，非常保守。然后我也是强化防具也是升到满了7级，不知道后期 MR100 可不可以升到8级、9级还是10级这样子。如果可以升的话，我的那个防御力就会变得更高。这个伪王的头盔蛮不错下的，弱点特效1，然后跟怨恨2，然后这个是弱点特效1跟连击2，是蛮不错下的。然后我也是推荐的武器，我推荐的武器是，因为我还没有打到最后的那个 MR100 的怨虎龙，所以我有些武器我还没有出来，你看，有些武器你看，它问号了，还没有出来。这个出来了，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大剑的，这个可以玩玩看，可以玩玩看。我素材不够，等到时候素材够才可以玩玩看。我建议是中后期如果能够做的话，做这一把出来先，暂时做这一把出来先，因为它的这个，它的那个草味很多哎、欸，你看那个百龙的草味，跟香千草味很多哎、欸，它四级孔跟二级孔哎、欸。然后他的彗星率是没有负嘞，然后他来到直斩，然后330攻击力是很高很高的。然后这个诡异化之皮，只要打诡异化的那个魔物后中期就已经拿得到了，这个素材也不难拿。这个大龙玉打那个打，只要是之前有会掉龙玉的这个魔物，会掉龙玉的魔物，然后你打 MR 的。MR 魔物它都会掉这个大龙玉，它前面加一个大字，像红龙身上也是会有。然后我最想做的装备后期是就是那个怨虎龙，那个怨虎龙那个牙齿长长那个
那个狂暴的那个烟火龙眼睛瞎掉那一只，我要做他的武器，他应该是爆破属性吧。然后我推荐这一代 Rise 这一代，我也是很推荐玩这个属性的武器，因为这一代的属性武器很强诶。这一代的属性武器啊，像龙属性啊、电属性啊、冰属性、火属性，它的那个攻击力是很高很高。如果是那个龙，它刚好它怕你的属性，就是你的属性克那只龙的属性的话，你砍下去伤害是很可观的，很高的这一代。然后这个尾丸的武器我没有做，其实我可以做，但是我没有做，因为嘞，因为这个武器它的缺点很明显，它缺点就是它的会心率，它会心率-15哎。然后你如果会心率-15，你要用那些珠子啊还是装备来补回来，把它的会心率补回来。然后龙属性是不错的，因为有属性武器是很强的 Rise，然后攻击力很高340。然后长尾来到紫色，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复彗星-15，然后还有它的那个镶嵌槽，它完全没有镶嵌槽诶，零诶，然后它那个百龙的那个嵌槽只有三几栋，所以我是不太推荐这把武器，虽然是说蛮帅一下的，中期其实可以用啦，后期应该是不推荐，比较推荐中后期推荐是这一把，这把还蛮好的。然后，如果你打到月火龙 MR100，你就可以做这个，可能应该是这个吧，这个问号这个，就可以做这一把月火龙的大件。如果没有猜错是这个，如果不是这个的话，可能他就会新开一个月火龙的，那个最后一个，那个眼睛瞎掉那个月火龙，听说是蛮难打，我想要尝试一下。而这个百龙夜行在 Rise 有，然后可是很多人投诉，然后就在太浪费时间这个。我觉得玩起来也是蛮浪费时间的，然后他在 Sunbreak 就取消，取消过后他的那个武器就完全没有，然后后面就完全断了，没有啊，他没有白龙，他没有白龙武器啊，因为我之前是用这把，我在 Rise 最后是用这把，其实也是不是很强，可是这一把我真的是推荐这一把，没有想到这个神火村的这个装备可以升到那么高。然后镶嵌槽又多，然后彗星它又没有负，虽然它是无属性，但是它的攻击力也是可观，锐利度也是不会到白斩，它到紫斩哎，所以这把是很推荐的。我可以应该用这把，直接用这把，跟我现在身上的这个装备直接打到怨虎龙啊，打到最后一只 MR100 怨虎龙，因为我现在 MR 是70-60啊，现在在努力升着70。然后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外观装备，这我外观装备其实还很普通啊，就是这个神火装，就这个神火装啊，然后把它颜色改成黑色，然后这个合金，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在 Sunbreak 他给的这个免费的这个外观装备，然后我就看到他的这个手还蛮美一下的，然后我直接用，然后把颜色也是改成黑。然后这个也是前期的，前期 Rise 就有了。然后它的裤子这个也是普通的，普通的长裤。然后把它的颜色改成黑红，黑红，对，黑红。然后是黑黑黑黑黑黑，然后头盔黑红，前面黑后面红，然后还有胸前那个颈那边的也是红，是这样。我的外观装备搭配这个剑。这个剑的颜色不能够改，这个剑的颜色只是黑灰红，所以我的身上也是黑灰红。诶，他的小裤裤，红色的小裤裤看到诶，他里面的小裤裤是红色诶，还蛮不错，我想的，我喜欢这样帅帅。我这个角色是女性角色，然后搭配这个外观装备就是黑红，搭配那个剑，我自己觉得是蛮美一下的。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做这个装备，你们也是可以做一下。好了，影片就到这里。等后期 MR100 我做到那个怨虎龙的那个大件，然后我再分享给各位。我的那个我的装备，我装备可能会有变动啊。我这个装备只是打保守的装备，很保守的防御很高，然后弱点特效集中 KO 术，精灵加护满足感，减金胆怯。
是很保守的这个装备。后期做了那个毕业装，我再分享一个影片给大家看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